过咗两个礼拜，又要翻嚟执 fantasy， 先恭喜 Vincent Wong 继续排喺第一联赛榜首。虽然周中多咗两场补赛，不过相信因此而分数上有好大得益嘅玩家都唔会话好多。英超重开嘅一周就有两场大波，分别系曼城对车路士同埋阿仙奴对热刺。另外，车路士、曼联同热刺下周中都有补赛，球迷可以留意翻。一班要踢非洲杯的球员都走晒，象征要开始经历无沙拿的时候。原本已经做好准备留低钱入孙兴文，点知路孙受伤要唞到二月，最后决定入解咗冻的卢卡古，毕竟都有两场波可以争下入波。至于队长，今周就决定搏一搏被屈福特的丹尼斯。首先，屈福特今周都有两场要踢，其二是两场对手纽卡素和班尼都是护级分子。大家水平差不多，自然有机会入波，所以就试一试这位已经入了白球的前锋。今周有 Friday Night Match， 记得星期五深夜前四副，我们下周再见。